张景南还有高九成，哥俩都非常喜欢相声，在一起搭档到今天应该是这个十年左右的时间了啊。打进德云社，我就跟我师哥在一起搭档啊，非常开心。高兴，这十年他对我来说就是一师一友，特别喜欢高九成。我比他年长几岁？他比我大7岁。无论说生活、阅历、相声方面的专业知识，他懂得都要比我多。你也别客气。当时我就觉得啊，跟在我一起说相声，只有您是最合适的。是啊，跟别人在一块演都演不出来跟你这种感觉。如果站在我旁边的还是您啊，我绝对能发挥得更好啊。我姓张，弓长张前提的九，南方的南，我叫张九南，他叫高九成。我问问你，我不来你跟别的逗哏的区别什么呀？你是个红脚